花儿开得妖娆，女儿心事又有谁知晓？问天无语，月儿笑，花月相望人寂寥，痴情人得不到也忘不掉。深情无以报，这一世风雪路途遥，相濡以沫是骄傲，来世再相约，请将花朵记得我。再相约，听见花朵记得我，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。吴老爷，你这条毒蛇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你这条毒蛇！您就这样对待你的老朋友？你骗了我！你说吴维文他出卖我、陷害我，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造假，那袋假药也不是他交出来的。相反的，他为了救我，竟然把一切都揽在自己头上。可是我做了什么？我竟然做假证，把他置于死地呀！可是如果你不做假证，死的人就是你呀！我宁可死的是我，是吗？你真的敢死吗？吴老爷，说句实话，你死不死我一点都不在乎，吴卫文他死不死我也不在乎，在我眼里你们都只是蝼蚁。那你就杀了。不，不能杀。虽然在我心里你无足轻重，但是对另一个人来说你却非常重要。谁？你女儿胡咏梅。你把她怎么样了？她现在很好，她现在在外面到处找法子救你，现在求到我这儿来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决定放了你。你还是杀了我吧，就像你逼死韦文雄一样。
可我已经答应霍咏梅了，你如果把我放出去，我一定要把这一切都说出去，我要为吴伟文报仇。 如果你真要说出去一个字儿，我就让胡咏梅沦为家奴，让她一辈子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说到做到。 老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古月药材行已经关了，其他的都好处置，唯有这尊药王神像，我不知该怎么办，于是就带回来了。您看看，我记得这神像，还是当初开业时。 吴伟文帮忙请。爹，你这是？哟，你怎么了？哎，老爷，干嘛呀？你怎么了？你来人吧！爹，来人！爹，你怎么了？老爷，爹，别这样。老爷，您坐下。坐下。爹，你心里面一定有事。 说出来吧，说出来会好一点的。爹，我是你女儿，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说呢？让我帮你分担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我不能说呀。爹，我们离开泾阳吧。 去哪儿？去哪儿都好，反正不在这儿待了。爹，不管过去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走，走得远远的。我们俩把过去的都忘了，我们重新开始。 爹，你这样，吴叔在九泉之下也难以心安。咏梅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是我害了魏文兄，我对不起他。<笑>你是胡志存，周莹，你刚才为什么说对不起我爹？ 你做了什么，害了我爹？咏梅，我们走。你用松香假冒血劫，卖给东岳。我没有。事情败露之后，你却诬陷我爹作假，你洗脱了自己，
但东远却因为你家破人亡。你胡说，我爹不是那样的人。当着我爹的面，你告诉我，我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当着我爹的面，你说，你为什么要陷害他？不，那不是我。不是你还能是谁？魏文兄，我不是人呐！爹，我们走。你不能走，爹，你跟我说清楚，军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，放手！我也是被逼的呀。谁逼你的？你说，是谁逼你的？不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错。你放开我爹，放开他！我爹死得不明不白，你一定知道其中究竟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愿意说出真相，难道你甘心让我爹死不瞑目吗？你放开我爹！不，我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？你为什么不能说？你说，为什么不能干？快来，爹，我们走。胡志存。胡志存，你回来，快点！妈，我告诉你，把话说清楚，去拦住他们。胡志存，你说，到底是谁的弟弟？快点！军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林家学姐，到底是谁的？你回来，快走！驾！走开！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，我还是会找到你。我一定要查出真相。爹，没事了，那个贱人没有追上来。都是我的错呀，我犯下了大错。爹，我不知道那军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我只认一件事。你是我爹，哪怕你错了，你也是我爹。可是我不是人呐、啊！我不是人。爹，没事儿，只要我们离开泾阳，一切都会结束的。一切真的结束。胡志存回家了，祸都是他惹的。现在老爷不在了，他还完好无缺的回家了，这还有没有天理呀？我能感觉得出来，他对陷害爹的事情也十分愧疚，而且他一定知道军需院的真相。可惜胡勇没把他给拉走了，我什么都没问出来。可知道了又怎么样？老爷也回不来了。爹诚信一辈子，不能背着一个作假的名头死。我们东院就算破产，也不能因为作假破产。对，我们明天就去胡家一趟。娘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要问问胡志存，他的心到底是怎么长的？他胡家之所以有今天，老爷当年可帮衬了不少。就算不念恩，也不能恩将仇报呀。娘，要不这样，你明天啊，就跟他讲讲以前的事情，动之以情，说不定还能让他悔悟。爹，吃饭了。嗯。啊，好。秀梅，你也早上陪爹喝两盅吧。好。来，爹。尝尝这个。嗯。
我恳请巫术啊，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。有一次在通州遇上了贼人劫路，我身上被砍了几刀，奄奄一息。你巫术愣是背了我20多里，找到大夫，我才算捡回了一条命。 还有一次犯皮毛，爹赔的是一干二净。你巫术二话不说，从自己的进货款里头匀出了200多两银子，给我让我重新振作，不至于走上绝路。爹，我们今天不说这些。哦，好。 不说这些，那说说你吧，找个上门女婿吧。今天也不说这些，别的我都不要求，唯一的要，人诚实厚道，一心一意对你好。 不过你记住，钱你得自己拿着。我不嫁人。傻闺女，哪有女孩子一辈子不嫁人的？我就不嫁。爹攒下的钱，都在你娘陪嫁的那个箱子里。但你要记住，千万别做生意。 你拿这些钱去置买些地，收租过日子，能平平安安活一辈子，那就是最大的福分喽。你怎么突然间说起这些呀？嗯，没什么呀。<笑> 爹就是怕哪天我突然不在了，该交代给你的事都事先交代好。怎么会呢？哎，咏梅，你哪儿都好，就是脾气直，太任性，遇事不知道脑筋拐弯儿。以后可千万记住，凡事收敛点儿。 万事小心，爹。我知道了。哎，好。那你是打算去江浙还是湖广？你要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爹不能陪你一辈子呀。我就要你陪我一辈子。 老爷，吃饭了。老爷，吃饭了。老爷，吃饭了。难道他们知道我们要来啊？不管他，进去再说。走。
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我们家老爷上吊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死呢？把话说清楚不就好了吗？他就这样走了，丢下咏梅一个人，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娘，你先回去吧。你要去哪儿啊？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。可人都死了，还能怎样？胡志存死了，这事就更蹊跷了。你们送娘回去。胡志存上吊自杀了。若不是心怀愧疚，他又怎么会自尽？若不是军需院另有隐情，他又怎么会心怀愧疚？你仍然坚持吴伟文是清白无辜，造假的都是胡志存一人，不然没法解释这种种疑点。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军需案已经结案，据我所知，能够这样了结已经是法外开恩。如果我是你，不会再节外生枝。如果你是我，只怕会更加穷根究底。只可惜我是个女的，没法亲身去追查。这样吧，我再去帮你问问，尽快给你一个详尽的答复。哎，那就多谢赵大人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夫人，你的伤好了？好了，都没事了。谢谢赵大人关心。这儿不能躺，快滚！顾小姐，你先起来歇息一下。顾小姐，难道你家就没有别的亲戚了吗？有很多，只是自从我爹卷入军需案之后，再也没有来往了。倒是你非亲非故的，还来悼念。吴小姐，那你爹走之前跟你说什么了吗？
一句话也没说，一个字也没留。都回家了，怎么还想不开呢？因为有人逼他。谁？武家东院的周莹。他为何要逼迫你爹？他说我爹陷害了吴伟文，一定要我爹说出什么真相。我爹早就答应了我，我们一起离开泾阳，但现在却因为他那番话。就我所知，军需案作假全是吴伟文主使，而你爹是被牵连进去的，这怎么可能怪罪你爹呢？我爹死得太冤了。吴小姐，节哀顺变。那您之后打算去哪儿？我哪儿都不去，我要留在这儿。为什么？我要杀了他，为我爹报仇。白石，最近如何？还好。哎呀，你的事，当初李大人也力保过，但是贝勒爷呢，却不依不饶，也就让你暂时受些委屈了。哪里谈得上什么委屈？是我处置不当，调查不力，我应当受的惩罚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内务府的很多采买事宜，贝勒爷都是直接交给泾阳的沈家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据我所知，泾阳沈家和龙生河已经合股。原来如此啊！太后要勘修三海都没钱，还得从海军衙门的经费当中挪借，这帮王公贵族真是敛财有道啊！敛财总需要工具嘛，贝勒爷于是就选中了沈家。你此次被贬泾阳，正好可以密切关注沈家和明里的动向。这次就算他们侥幸过关了，下一次一定要逮个正着，到时候我也好找一个机会让你官复原职。还有什么动向？胡志存自尽，您可听说？为何？不知道，没有留下遗言，但是死前好像隐隐约约的透露吴伟文有冤。此案连过三堂，吴伟文的口供前后完全一致，证人证据俱全，我敢保证吴伟文绝对不冤。可是吴家东院的后人并不甘心这个结果。那个吴家东院还剩什么人？还剩两个寡妇。在罪大恶极的犯人，在其亲人眼中也许都是好人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不过此案当初牵涉甚广，如果再翻陈渣，我怕对时局不利。如果吴家东院的后人继续纠缠，你可采用非常手段弹压。少奶奶，今年风调雨顺，棉花的产量特别好。你看，像这种品相的，至少一斤可以卖到100文。还了我娘的银子，再把地赎回来，今年至少能赚2万两。夫人，赵大人，找我有事。
你前日所说之事，我特意询问打探一番，结果如何？吴卫文军需作假，可以说是铁证如山。我爹绝不会作假。夫人，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心中的那个吴卫文和真正的吴卫文也许并不是同一个人。不可能，此案乃是朝中几位大人亲自督办，你若再是纠缠不休，我怕不但翻不了案，还会引祸上身。夫人，我还有一句相劝，吴家东院虽然遭遇大祸，不复从前，但你的身份仍然是大户人家的少奶奶，也应当遵守原来的做派。赵大人，你是不是又想说我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？理当如此。可现在吴家东院就剩一个寡母一个我，我再不出来干活，那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？哎，我知道你要说恶死事小失节事大，可我现在还不想死，我还有很多事想做呢。失陪了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哎，怎么了？情况不对啊！往年这个时候呀，来卖棉花的棉农早就排起了长队，今年眼看8月15了，外边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会不会今年的棉花成熟的晚啊？没有啊。那你快去打听一下到底怎么回事。再过几日，武汉的童老板就要来了，别到时候没棉花卖。我这趟看下来，就属咱们订的棉花长势最喜人，就这两天，都准备开始采摘。少奶，沈家二少爷来了，说要见你。他的确该来了。请他进来吧。我去迎一下。嗯。沈少爷，里面请。少奶奶，沈少爷到了。沈少爷，请坐。哎呀，我发现从正门走啊，舒服多了。沈少爷，请问你找我有何事？啊，我听说你提前3个月收了些棉花。啊，是。收了多少？不多，80万斤。80万斤啊！你真是在找死啊！哎呦，这话怎么说？你知不知道80万斤棉花放在你这儿风险很大的？是吗？那怎么办呀？我可以帮帮你。哎呦，真是太好了！怎么帮呀？全卖给我。没问题。哟，爽快啊！80万斤棉花。120文一斤，啊？什么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120文一斤？你知不知道去年棉花卖60文一斤，你卖120？但是棉花可是从今年的地里长出来的。你就是在坐地起价呗。
这棉花在我手上，我爱要什么价就什么价。65文。120文一斤，一文都不能少。哎呀，你别这样嘛，我真的是在帮你。我觉得呢，咱俩是朋友，那朋友之间凡事就应该有商有量才对嘛。是，但朋友是朋友，生意是生意。你别忘了，我还救过你一命呢。铭记在心。70文。120文。周莹，啊，你别以为全观众就你一个人有棉花。我们走。这观众还就只有我一人有棉花。不行。人家东院已经付了定金，这片地的棉花都是人家的了。哎，考虑的怎么样？二少爷，这多赚钱是个好事儿，可今年我跟东院签了契约，今年所有的棉花都得卖给人家，要是卖给其他人，卖多少斤就得每斤100文倒贴给人家。李长，哎，李长，帮我好好想一想啊，这附近还有哪一家是没把棉花报给吴家东院的？这品相稍微好一点的，都定了，一家都不剩了。不剩。哎哎，停停停停停！停。落轿。沈少爷，有何指教？这样吧，70文，一斤让你赚5文。120文。75。周莹，你到底要怎么样了啊？我要赚钱。我一斤让你赚10文了，你还嫌不够啊？那你要多少？这样吧，看在咱们俩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给你115。你这个价格我没法做了。没法做？那就回家爬墙上树，摔盆打碗，唱歌划拳吧。起轿。奶奶回来了。停。落轿。少奶奶。小五。佟掌柜已经到泾阳了，住云来客栈。云来客栈？就那小客栈？对。佟掌柜做事一向不张扬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登门拜访。少奶奶，你就这样去吗？有问题吗？佟敬夫可是一个大商人，每年从他手上经营的皮棉都在100万斤以上。他的对手很挑剔，以前都是老爷亲自接待。你要这样去的话，我怕他不会取信于你。我明白了，我得有个豪门大户、当家少奶奶的样子。
凡缠缠绵绵织成眠，我问思念应从哪边猜，一轮明月升起来，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遥遥相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，宛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，岁月有恨都在心扉，独自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，遥遥相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，宛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，岁月有恨在心扉，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你从